Hello，Hello，hello。 你终于准时了。有终于吗？下午好。刚睡醒，所以现在鼻音会有点重啊。这款游戏是有点像放置类游戏。是什么东西？第一张，职业勇士一种这样的额外状态。哦，可以选的是不是？我晚点再来解释一下，我先玩一场给你们。是什么？有四张卡，应该没差吧？那我们就出发啦！来，这款游戏就是你像他这样自己走，对不对？像走到这个史莱姆，他就自动战斗。然后战斗完之后，他会给你卡牌跟装备，卡牌决定那个你场上要盖什么东西。像这样，什么装备，这是铠甲，你就穿上去。那等我一下哦，好，像右键是暂停，像这个小树林右边有写。那个每2天会生成一个野鼠狼，然后野鼠狼这东西就是，我先放一个在这边，然后再一个在这边，然后这反正就是，它2天之后会生成一只怪给你打，然后打完怪又有装备又有卡片这样子，然后所以想才想说哦，那这个我就吃东西玩好了，哎哇，像这个。这个是蓝色品质的剑，对不对？哦，有吸血，但不代表说它比较好，因为这个过完一轮之后，装备的品质会提升，然后提升之后，你下一把搞不好普通的剑都比这个西洋剑还强。你看这个，我在想要怎么丢欸。怎么丢掉啊？好，不懂。那这个的话就是防回血吧。每次开始时，每天开始回复2点生命。哦。我怎么丢掉啊？他没有介绍怎么丢掉。看一下哦，临近每一个岩石山脉会额外加2点生命。好，来继续走。有没有听到鸡叫声？鸡叫声就是每一天过。你看这个野鼠狼哭了。然后就这样子，我们踩到这个是营地，来之后我们会补血，补30%的血，然后好像这就是一周目了，一周目啦，然后这边有2只，就一次打2个，
然后怪也会变强。好的，那刚刚我们不是有选那个吗？选卡牌，减少林地上的敌人最大数量，路灯可以效果叠加，放这边。每三天生成一个骷髅，哦，这骷髅超硬的。给范围内的单位加勇速度，给这两亿成功。放这里，丹麦，哦，木，个万。我再犹豫一下好了，我就这样子，有没有看到？他是这样子移走，然后就可以吃面。只是他不能完全放置啊，他还是要一直按。就会拔好的武器。哦，这蜘蛛我就觉得有点烦。临近地上的敌人有几率变成鬼，也没玩过哎，玩一下。好像放错位置了，不该放在蜘蛛那边的。这是两倍速吧？哦，是的。好香！哦，这么棒哦！好，不管了，就直接中了。我会说烦，就是因为蜘蛛太多了，蜘蛛生很快。怎么扔掉啊？他也没有教怎么扔啊，这个，香，丹麦，好地，吸血素，哦，那反正就是这样的游戏。哇靠，真的怪。然后请问上面的包包可以的吗？可以啊，这就是我们下来收集的材料。啊，这个是什么？我要研究一下。你看有没有？这样采到材料就放在上面来。
等一下，我东西有点多，吸血鬼倍速，红色，哦。后面路心脏的敌人，处理。什么那个？你是说包包吧？这个啊？嗯嗯嗯。饱满了啦，怎么扔啊？攻击速度啊，每秒回复生命也是要，每秒回复生命，每秒回复生命，没错吧？啊、这个就是因为不能，我不知道怎么脱下来。好像有点强哎、欸。好像可以待很久哎、欸，因为那天玩一玩玩到是快死掉了。不得。哦，他会取代掉，那就好，还好还好，可以可以可以。为什么是早餐啊？我刚睡醒啊。放这里。来来来，我们走，我们走。开局好棒哦，有范围又有闪避又有反击，哇又有吸血，哇可以玩很久哎，来个单全都是单，有迟到吗？15分钟了吧，那种是那种是上课画米老鼠啊，最大生命，哇！换一下，来吧，宝箱怪。嗯。哦。结果那个选修老师给我第二节才来上课，快气死！很好啊。我发现他头上会有这个、欸、好像这是什么异星吧，我不知道、欸、我看到这头上会有星星跟半颗星星跟什么，不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背景音乐变了，
不管了，我们走。然后我放弃 PS， 我之后还要自己看教学比较快。PS 哦，你其实很多人会啊，像我就不会。PS 这东西，哇哇哇哇哇，哇哦，好帅哦！加120点生命值，临近每一块石头和山脉可以，我就是这样，每两天生成一个阴身女妖，靠腰。攻击速度，哎，是这个了，痛啊！哎，会痛哎、欸！前方安安。是警告我快死了吧？这个声音很不妙呢。哥布林，我一下，我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大概这时候就可以回去了。会员是新会员吗？如果新会员的话，可以去接触到本专私讯，会有人拉你进群哦，应该是吧？啊，这边有没有搭什么青青大草原？没有。嗯，然后这个，等一下。我将损失这些东西哦。啊！撤退，撤退。啊！这个故事剧情是说，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从宇宙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失忆了，这样子。你生的火让我注意到你获得东西会影响到其他食物，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还是挺有用的。就算是小时积少成多，也是能盖出巴黎。来，这是这个建造，我们建的昨天建的这个，然后现在来建这些。但是职业开始冒险会提供武器的装备多。我沼泽卡牌，不，我都不够，要四个。好啦，然后就这样子再去冒险，然后就这样开始。所以刚刚那位订阅的是谁啊？可以打声招呼吗？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这是什么保护。什么意思？好香。路灯，小树林，哦，蜘蛛要放哪？山脉，再来盖山吧。上班看实况，安安呀！路灯，路灯，路灯，路灯装置。刚从驾训班回来，辛苦了，辛苦了。我都没好装备，灯塔，宝箱不要让我失望哦！你让我失望了，宝箱。欸，其实我不知道死掉会怎样，欸，不然这一场试试看死掉回家好了。这东西所有会不见还是怎样？好吃的蛋饼在哪里？在淡水啊。嗯，我记得有一家还蛮近的，我晚点跟你说。
白老鼠的概念吗？那、啊、就没试过啊，试试看、啊。反击。三只狐狸，对哦，是这样子吧？然后变成巨大的，哎呦喂！早死啊！蛋子啊，盖这边。没有吗？没有，这个嘞，没有，有山友。我想一下哦，你知道你家过十字路口再往下走有间屈臣氏，对不对？有印象吧？那个在到屈臣氏之前，左转一个小巷子，那个有他们新出的那个，不是新出的，那光小，有他们分店吧，就是好像是家人自己出来在开一间的，对啊，那边就有卖蛋饼，会写个什么无忌蛋饼吧，啊无忌阿给。啊，不过真的要吃，就去吃淡水的那一间，会比较好。因为毕竟我都在那边吃。哎、欸，怪太多了啦！我死了，我要死，我要死，我要死！这什么？哇！啊，反正这场是想要死的。怎么这场就这么顺？刚刚那场就这么顺？你要？服了，除了高山，阴森女妖无法真实居住，但山上没有食物，要吃三杯
从现实中移出，难以想象他们要怎么活下去。水源街一段九号还是六号忘记了，好，讲出来了，他在美联社隔壁，就是那个水源街那边有一个农会超市嘛，农会超市隔壁一点点会有美联社，美联社隔壁就是阿给店的。那时候本来是那个谁于娜你们在的时候想要带你们去那边吃啊，太扯了吧，吸血太稀了吧，有好东西哦。本源街，水源街啦，本源街啥小？茂密的草原哦，连接不同东西有不同效果哟。我刚说水源街啊，哦，啊鸟要跑下来冲他小 ，so beautiful。你还有病哦，骷髅够难打，你现在干嘛？最近都在乱盖，天哪！哦，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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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哥布林营地。我放那么多吸血鬼干嘛？搞事哦！防御加那么多，哎。防御16。继续走，
我们赢要冲，输要冲。太怪，不啦，太怪是什么？太密了啦！各位，我要死去了。你将损失全拿走，你保留哦，提早走还是比较好哦。撤退。我还活着，怎么可能？哦，玉子烧比较好吃。看一下哦，建造还是不够，這是什么啊？这是植物哦，那这个是金属，哇，一大堆要盖。这游戏大概就这样，应该很容易看得懂吧。看不懂，你就没救了啊！这么好懂的东西，你还看不懂？没救了！吸血鬼别墅，抱歉。哦，草饲口粮，然后十二个口粮可以变一个食物。哦，
哦，所以它这个是材料，这个是，哦，随机获得工。哦，在附近盖东西可以获得工资，像这样子。哦，这游戏还蛮好玩的啦，连策略在里面。然后他们好像在玩 DOTA。月葵，我这个还是要盖欸，不盖没有矿物欸。要，他们还在玩吗？我去看一下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开台玩，我的天，他们是。下再玩，啊，就这样啊！感谢各位今晚收看，没有啦，开玩笑。啊，我面还没吃，白吃啊！都你们啦！我看不懂，所以都不好玩。不是你看不懂，是你有没有心想去学。今天我已经把这游戏讲的已经很简化白话啊，靠，要怎么放这边？哇，这边好密哦、喔！好了，要拆掉了。边什么鬼？啊，生成幽灵是不是？哭啊！到底什么鬼啊？那、啊、如果今天是讲麦块的话，就是看你喜欢的类型嘛。就是 PVP 的话，那就知道是 PVP 嘛。那我是盖东西、弄东西的话，那你们就有兴趣了啊。反正这个游戏就是好，我现在解释给你听哦、喔。你
你打任何怪啊？怎么暂停啊？好，你打任何怪都会掉装备，那也会掉装备，也会掉下面的卡片。那装备就是照你喜欢的东西穿上去。那卡片的话，就是刚刚我不是在盖吗？盖的过程中，我发现说石头加草会有那个额外的加成效果。然后像这个灯塔，它右边都有写，它是说会造给我移动速度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就是我在那边，我走速会比较快，攻速会比较快，所以我盖在这边是打怪会比较快一点。那吸血鬼的话，就是这边会有触发战斗，跟吸血鬼战斗，意思就这样子。这只是看你有没有心想，哎呦靠！那这是随机出来的。然后我刚才注意到他是说临近嘛，所以那时候上一场都是盖得很近。他因为是刚看到花花草草之后才这样子盖，可是他这样临近好像就没有额外加，最好就是好像盖9×9吧，啊3×3啊。什么叫大概知道？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啊。没有所谓的大概知道。我现在缺武器。那你看哦，这个草我一开始放在这边，它只是普通的草。那可是我放其他东西上去的话，它就开花了。这个意思。那开花的话，就是会额外多一点生命回复。怎么那么多史莱姆啊？哭啊！哭啊！我盖错了，我花不可以盖在那边的。哎，好像可以修哦。一二三。我会死啊！跑不了了。哦，一个白天刚好回血，加油！你撑住了，不要！我们走，撤退。要玩组合也不是啊，就是你的角色要强的话，你要靠身边的那些装饰物来弄建造。好的，够。哎、欸，好，够冒险。哦、太多不行了，那我看一下哦。哦，等一下，我的左手抽筋，对不起。
虽然听起来有点好笑，但我左手抽筋了。对啊，我就是，我现在刚刚就是在测试啊。我觉得草那个花跟那个什么，那经过就有树枝十二个可以变成木材，那么现在。暗藏，将，那不一定啦，因为草的话它，你看哦、喔，它的介绍是每天开始加2点生命值，对不对？可是我可以盖在这边啊，盖这边就变成3点生命值了，你看，其实没差啦。盖这边效果比较好，不够。各位晚安，清晨安安。哦，这是什么？聆，让聆听一块的单位效果翻倍。什么效果？干嘛？试试看喽。哦，是会有两个宝箱吗？我不知道哎、欸，不确定哎、欸，你看，嗯，好看看，哦，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哦，没有哎、欸，没有，好的。没有啊，那个斜线斜线是打招呼的意思啊。你看、啊，有人都打拿这个斜线斜线，那个是打招呼的意思哟。有点像手挥出来在跟你打招呼，这个感觉。啊、那个斜线也不要打太多，不然就会被ban哦，不要怪我。
打斜线比较像是那种颜文字的感觉啦，这样讲的话，那我来玩这个咯。啊，怎么这样盖哦？这样子，呀，这个，呀，这个，呀，这个，哇，很棒哎！哥布林，哇！先拔掉好了，我不要。哦哟，有一个了，坚硬的石块。又要补习了，嗯，加油，辛苦了。敢不敢给武器呀？防御反击系太硬了吧？我还没拿到一把好的武器，不要逼我。是没有，给我武器，法术伤害，每秒回复生命，行，小福利，有了，普通的武器就好了。哦，哥好棒哦！还要坐在树附近哦。嗯，哇哇哇！动漫送这么多东西，哦！哎，我的手上真的抽筋了，好痛！怒灯，嗯，对啊，这个是什么？灯塔，
哦，灯塔加移动速度，路灯是减少。哦，北七哦。我不要逼你，为什么要逼你？发生什么事情？鸟妖飞出来啦，看到鸟妖啦。嗯。哦有欸，15趴一下是不是直接死是不是？哦。哦。一个棒棒。给一个棒棒。倒死，呵呵。然后这个是攻击力。哎、欸，等一下，我面还没吃完啊，不好意思，我太分心了，反击，我要反击。吃了一个小时，那我以为这种可以放着就好，没想到每回合要一直控，你知道吗？我当时以为这个游戏就是啊，点一点放一放就没事了。啊，怪越来越多了、欸。有了，我最想。各位起风啦！反击，闪避，对吧？
真的给所有单位公诉哦，是北七哦，我还加他们公诉哦。好啊，加起来啊，没在怕、啊，来啊，加起来，加起来。嗯，要补习的加油哦。我这个绳子打起来好爽哦！这波打完要回去。啊、这什么鬼？出生就救我！反将这很好玩、欸。我们要绕完一圈了，好奇问他上面其他装备，你说这些哦、喔，感觉是什么盗贼法师的装备哦、喔，现在还没开到、喔。哦，打妹打妹打妹哟，我要离开了哟，不退。好了，将车退了。建造，可以建了哈。那么建个药剂师小屋，那个。好吵哦！带两瓶上路吧，能提高你全身而返的几率。好的哟，好啦，就到这边啦。我们换游戏吧，来面对我们的人二吧，人二人王。冰封
刚刚我的手抽筋，好痛哦！没事啦，那个最近应该玩那个比人玩还多，人玩看着好难玩，不会啦，它就是有点策略啦，你要想一下你要盖什么而已。比较难玩的是现在这一款游戏啦，这款游戏面吃完了，刚刚很大力吞那一口，左手拇指好痛，彼岸花。我私下有训练很久，怎么训练呢？睡觉，我睡做梦梦到我在打他们，这妹子好正哦。我在想，我昨天没有捡到弓箭，是不是我直接跳过那一群人，直接跑下来啊？教主加油！我会努力的。我已经忘记昨天怎么玩了啦。R2L2 是什么？这个是防御吗？那这个是什么？也会卡、欸？画质开太高吗？我的游戏已经不能玩画质那么高的哦、喔。很难玩啊，所以我在想，出门补记录档，路上小心。哎、欸，最最在吗？我要点什么？如果现在玩镰刀的话，这个吗？是刀镰吗？到哦，好的，确定。啊，那个嘞，我好像看到有类似天赋树的，那是什么？技能在哪里啊？我还没有，对不对？技能每一把武器是分开的。哦哦哦哦，装备这个、哦。哦，这个、哦。
那我要学什么？左甲刀斧，要干嘛？我的天哪、啊！中断招架专用，下段招架专用，我是招架驾驶。这么麻烦呐、哦！这好帅哦！这个重点是不是也要钱？完成任务。点这个啊，开玩笑啦，不对，入宫之后，这我们也蛮常用上招架，这个时间吃早餐 ，Hello 喵哈，是啊。来来来，一下，好，这是中段。哎，苦来，是啊，没有啊。是 L， 不是 L 一吗？等一下哦。对啊 ，L 一加三角形啊。然后，对啊，我是中断啊。我先存个档。惊死哦！有了有了，有感觉了！哇，太难抓了吧！哎、欸，后面有人！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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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哇！技能不能洗掉，好，白痴哦，练习而已，讲武德哎，把人家打死。来，我们再试一次。小心点，我很小心了，他打太痛了。我穿一点装备好了，反正现在不是拿全家。啊妈咪咪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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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白鬼。
欸，那这些没有用的是不是就直接卖掉了？啊，它有外观这个东西吗？哇，服装快满了欸。可以拆掉，所以我留在第二张。好，来吧，我们第三round。白痴，按错了。你哈哈，全意外，我是一个有讲武德的人，这是意外。欸、Hello。按错了啦，三角形跟圈好容易一起按哦。然后还要用那个什么？干嘛 ？Come on！ 还是没挥到哦。欸，中段这个好难哦、喔、原来上面那只会掉，好哦，我再试一次。哦，要长按哦、喔、好了，我会了，信我，看好哦、喔，就这一次哦、喔，这次没中的话我会笑哦、喔。干什么？你等我，我上去找你。他只掉剑士，有手感了，有了，再来，我就很无聊啊，在刷这个东西 ，Come on， 哎呦，不是，我又按到圈闪避了。哎呦，快习惯呢，快习惯呢。
马和平，我先捡东西。好了，你完蛋了你。又下来哦。我要翻上段。破魔死不是吧？怎么看都不像弓啊！要不要连线？那只不会主动移动，移动什么东西？一句。哎呦！拍死啦！哎、欸，武器，哎呦！我喊不要了，你还在那边打。点的没有，好了，我去打那个屋顶的好。笑屁哦、喔！你给我买来玩，就不要给我笑。那两个人声音，过来，过来，
屋顶要怎么上去啊？走这里吗？你得有卖照，贱死啊！比较衰吗？没有哎、欸，然后嘞，有物品，装备，这个吗？啊，今天要怎么用？哦，啊，太难用了吧？啊嘞，按这个，我按的啊 ，R 是设哦。哎，它类比可不可以怎么调慢一点啊？我发现在转的时候好快哦。控制器设定，能吗？视角设定、显示器设定、游戏设定，哪一个啊？可以滑鼠，我不靠，白痴哦、喔！视角。举起武器吗？对啊，等一下、喔，很快。还是很快、欸，有时候换滑鼠在你好白痴哦、喔。我看一下哦、喔，欸，真的欸，然后左键点出去吗？哇！我怎么去对面啊？太帅了吧，白痴哦、喔！我怎么去对面啊？暂停，暂停，暂停！我闹钟响了，暂停，暂停，暂停！等一下，等一下。闹钟响了啦，等一下啦。白痴哦、喔，想屁呀、啊！哎、欸，对，我有看人家是可以买东西，是我现在还没解锁，对不对？档次，然后干嘛？这个我是不是现在先不用奉献啊？我昨天没有看到。林木林地，要重打了，白痴哦、喔！
来吧。哎呦！妈的嘞！嗨嗨，你在射我。不要逼我，我有鼠箭哦。白痴哦。我有滑鼠的哦。我有多你没有的东西哦。还敢惹事啊啊啊。Hello。咕噜咕噜咕噜，啊，不好意思，抓痒。嗯，能向上去点吗？切腹短刀，我是要换了。这个，哦，这个，不是放这边的、哦。哦，是道具哦，白痴哦。东西，我对不起啦。啊，所以你们打这边都是一只一只慢慢打过去的吗？你知道我之前玩魔物猎人呢、啊？我是看到每一只魔物我都是躲很远在打，因为那时候是拿狩猎底啊，所以我不太懂这个游戏是打什么的。那这游戏不像是有那种集会所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走一走会迷。嗯哼哼哼，呼打呼。
然后还有个坏习惯就是那种治疗药水什么的，前面不懂我都舍不得喝。就是客家啦，都不会去喝那种消耗之类的。他能不能潜行或蹲下、啊？木林，哎、欸，我有稍微爬文，这边是不是有个木林啊？好像说什么要跳在什么对面屋子里面，还是什么事？我潜行要忍者技能的。那所以是不是应该玩那个镰刀的那个？连锁连神叫什么？就镰刀跟那个拿绳子的那个，我也在纠结。白色。啊！哈哈！咦！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都是要从另外一边开始。请问我刚刚都在干嘛？好，我休息一下。我突然掉下去，我才会说我想要潜行啊，因为这游戏走路它没有办法慢慢走啊，懂吗？就是我刚刚问说可不可以减轻的原因，因为他就是我没办法视角微调啊。哎，我是可以去挑战他了。哦，这边就是啊，走这里是不是 ？Hello， 相信你们玩过的应该都有这样玩吧？什么？这样试过他吗？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哎、欸，你猜一只？没有。
看起来很可疑，这是什么东西？哎呦！我怎么会死在那里啦？很难走哎、欸。框框都变红色比较通，对不对？啊，那要慢慢走吗？我没办法、啊，这样哦、喔，这样很好笑哎、欸，是啊，好，好妖哦！被自己吓到，被自己可爱死了。我不敢走路了。然后嘞，小木林是在那一间是不是？有啦，越来越顺手了吧？你们怎么鬼叫声？安安安安安安。有你吗？哎，往下，对，就不问不问题啊。雷达上的绿点就是木林哦，有哎、欸。哭啊！太吓人了吧！刚刚在对岸靠牛牛那边有一只。牛牛那有一只？不会吧？这边有地方存档吗？来这边很久哎、欸。对岸哦。靠牛牛那有一只牛牛，牛牛，跟死路嘛？哎、欸，闹！不要闹！不要闹！
有哎、欸，感谢小茉莉，你在哪？推荐啊！我记得嘞，看一下哦。嗯，要怎么收武器啊？武器拿得好烦哦，要绕路哦。我后面这里吗？哎、欸、嗨，看到你了，阿姨加零，阿姨加零，哦，谢谢。哎、欸，那请问那边有存档点吗？对付重武器，我个人建议回避比较好，然后他们的攻击扣很多钱。没有啊，回避我还在练啊，我就是说我的回避会不小心按到圈啊，按到圈就会变成很惨的样子。你可不可以开门？钱钱。有没有存档点呢、啊？有没有野生的存档点呢、啊？看起来就有问题呀、啊！我要怎么？小木林，这里有一只，一对。那、啊、我们再玩躲猫猫，等一下，我要找到他。那个打死了不会复活，不是啊，重点是我会死啊。感受到我类比轻轻推的感觉吗？不能跳下去是不是？各位，白痴哦、喔！我绕那么大圈干嘛？都在门后面哦、喔。哎，气死我了！对啊，实况牌有颜值。我会死啊！所以要绕一大堆路啊！你找到了？你找到什么？对，无价蛋饼，对对对对对。他们通常下午，他好像开到六点七点吧。这关有七只啊？怎么看？找到几？这是会不会难打？不打可以绕边边，你说走这里吗？吃哦！
天哪、啊，浪费我的药，吓死我了！拿刀的药刀比较容易对付，嗯。你说空拳的是比较恐怖的吗？后木林，问一下哦。这个会回比较快吗？哦，这边可以开门了，可以存档了。这样就可以存档了，对不对？然后就可以开门了。战斗中的只能靠残心或是跑跑。我的仙药没了，我看了就好难过。明明可以不用耗的。什么东西？哎、欸，江武哥，哎、欸，好，冷水可以增加恢复速度。所以是说，这个干嘛？干什么？哎呦，你很准欸，猫卡，猫咪，这只猫能干嘛？亚尼可能干嘛？爱撸啊？是爱撸猫吗？妖怪技有装吗？很好用。什么是妖怪技？啊，你是说那个吗？我刚刚打那一开始打那只猴子啊，应该是没装了，我没有动到什么东西，还是我回去再装一下。好，咪早。文和，哎，对，来吧，教我，那个我好像没有装。猫咪有时间，猫咪是干嘛的？等下猫咪是干嘛的？
啊，时间到就算了，反正猫咪拜拜。要找市场，对啦啊！你们都会买什么？剑石会买吗？煎药也会买，对不对？啊，他那个奉献的东西是要怎么得到啊？哦，摸多了就能知道他想什么。哦，他只是在你后面跟着这样子吗？奉献无惧，所以。哪些可以不用？白色是不是都可以不用了、啊？白色都奉献掉吗？长弓，哦，这攻击比较高哎。奉献。高、哦，黄色偶尔，哦，好的，谢谢。勾选，懂了懂了。另一个，他会帮忙，不过攻击很低，他会帮忙。哦，啊那个嘞，那个，这个、哦，这个我一开始不是鸟吗？那我要怎么变我那只空白键吗？哦。不是空白键，用 R2 加三角形妖怪，这个、哦、R2 加正方形，我记得已经忘记 R2 加圈可以格挡。我是不是其实有天分啊？可是他说加空白，我怎么按不出来？啊，对啊 ，R2 加三角形，你正方形未选哦，白痴哦，正三角形啊，试试看。想说昨天看人家在玩的时候，没有选到，白痴哦。啊，那个下面紫色要怎么回？是打怪回吗？那小丽，你先试试看啊！打人会回，哦，有了，感谢感谢。小丽觉得好吃，再去买就好。你是买哪里的？水源街的还是那个哪里十字路口那里的？猫咪在的时候也会好。啊，我刚刚电池都浪费掉了。那你们前面会推荐买什么东西？几个？这个一次买几根？一次一根的话也太贵了吧？煎药吗？哦，难怪你们是说
这个是不是要再重新用？哎、欸，不用哎、欸。哦，持有满就不行嘛？好吧，好吧，好吧。不能买来放仓库，哦，所以我不能存在仓库里面买嘛？好吧，没那么笨吧，就是游戏。不要啦，我不要背对着玩啊。睡啦，有仙药啦！怎么又走回这？不是开门了？我在练技能，你不要这样子，我很害怕。鬼灯果实，这能干嘛？何にも残っちゃ。不要力的没死过。哦，原来躲在这边哦，难怪我一开始看不到他。猫咪，不见了，猫咪。应该要买剑士啊！再走这里，对不起。哦，不会吧？打完了吗？所以这个有像魔物猎人，就是有个类似副本的东西，然后一直打嘛。是哦，哦，难怪一直看到有什么类似组队的，一直打开是什么？快打完了。我不可能说打完 BOSS 我在观台啊，边在哪里？
药刀是什么？等一下打完他才能弄那个哦，他是 boss 吗？是打完他这些才能开哦，我的天！不算 boss， 远鬼，我刚刚那一只哦。啊，如果是刚那一只，我就不客气了，不用怕啦。是刚那一只啊，昨天那一只。那一定要，对啦，小王而已哦。嘿嘿，对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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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王用不到，等 CD 啊 ，CD 好不就好了吗？还是我想太天真了啊！红色就是说你身上满了吗？库存，所以我现在库存，我现在能买吗？买剑石会不会太浪费啊？这个是什么？我怎么点不到右下那个？我想点这个。隐身西甲。神色那个金，你说召唤西人吗？五点了哎。那我再问个问题哦，就是像我的这个剑士啊，有更痛的，把它卖掉。那我这剑士它会自动补充啊，可是怎么刚刚木林那边没有补充到？木林地有风险。勤奋一点，基本不缺，就是一直像我刚刚一直在刷小怪吗？哦，所以我可以私下无聊的一直这样子阻挡刷小怪的意思吗？哇，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打一点小怪来刷那些东西了？我现在刚不是变身用掉了。真的，刚刚好像这样变身打好浪费哦，明明会打、啊。我刚才嚣张，天哪！地上的那个红色的刀刷起来比较快，刷什么意思？哦，这个不是他们死掉了吗？哦，怎样？这是玩家死掉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子哦。
好像不错呢。那我私下有东西可以玩了，太好了，太好了。七等的被远鬼刺杀多少？今天5:07的时候，哈哈，你看嘛，还好有变身啊，不然被同事在这边多少下完了。我应该有，只在那恶鬼。你看我死在下面，应该也是被笑得很惨吧，溺死之类的。蓝色的鬼，这个比较好打嘛，31等呢、欸，等级31。冰山，这好好玩哦！红色才是打的，好的。太好玩了吧！有事情做了，怎么没有早点跟我讲这个事情？不好玩，白痴哦！我看聊天室啊，太嚣张了。玩到没体力，你慢慢摸，我慢慢教、啊，好吧，我慢慢回来摸了，完了，这个死掉是会被笑、啊，可是打死他才有机会拿到很好的装备。好，大镰刀好帅哦，我本来一开始选的不是大镰刀，一开始选的是这一把。可是真的忘记是听谁讲的，我原本想拿这一把的，原本想拿这一把的。不会被狂狮杀死就是这样来的。哦，好好好好哎。那他们那时候说拿顺手的嘛，我就是这个镰刀跟那把大镰刀在那个挑，那最后就是拿到现在拿这把。内电要死、啊，白痴哦、喔，白痴哦、喔，你会死哦、喔，你不要逼我、喔。啊，看，啊，我拿这把了、喔。好的。谁？欸、好像也没影响。白痴，因为他的背景。他背后的，哎，问一下，我背后这个不是镰刀吗？啊，为什么变成那个啊？对啊，我背后不是镰刀吗？你换到武器了吧？哎，对耶，我要怎么切？哎，怎么切？怎么切？怎么切？副武器怎么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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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有教过我，可是那时候是键盘 Shift 加什么 ？R 加上 ，R 加上 R。哦，不是啊。欸、对不起，哎、欸，被吓走了。啊，加下。哦，啊，加上是那个远程，啊，加下才是这个哦。好的，谢谢你们，我会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很棒，有没有拍手姿势？来，这是我感谢你们，谢谢。谢谢，没事哦。啊啊，这个红刀子要怎样才能一直刷出来？一直地图上找吗？有比赞，哎呦，被盗贼吃死，没事没事，不会被吃过。摸神社会刷，好诶、欸，那我其实私下可以是刷这个了，好玩诶、欸。那之前玩魔物猎人，我也都是开张地图在那边到处采东西而已。啊，有你真好。看到一堆红色的刀，代表这边是敌对玩家，所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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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跟我说！快跟我说！所以什么？我很好奇。就这种重武器，小心习惯回避就好，因为他们攻击。我知道，我在努力练回避了。所以再来要小心的什么啦？像是一开始遇到那个掠过的 BOSS， 那边就一堆种，那个应该也是一堆新手，不知道那边可以绕吧？靠腰啊，不会丢火把？那我想回去那边刷欸，终于下课了，下课安安，下课安啊，辛苦了。下课安安是什么？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把剑石买满了？是吗？就是这个是这个剑士买满吗？库存，他的库存是说这个商店库存吗？哎、欸，有工哎、欸，这个可不可以买？什么金刚？这个我可以买吗？可以哦，真的好、哦、买。谢谢你们，让任性的我买了第一样东西。其实好像也还好哎，差多两攻击力。哎呀，你卖掉。啊，弓箭，啊有没有弓箭？哎、欸、有枪哦，
名气以上是什么啊？太棒了吧！哎、欸，丢石头，丢石头！该面对现实了，该面对现实了，各位。人生中第一只 boss 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不行，我还能召唤大军。我要用什么？绘图转身，我要把过去打败过你们的，过去打败过你的玩家们召唤出来了。很眼熟吧？哎、欸，干，怎么是你？怎么会是你？哎、欸，他是马、欸，刚一开始是牛，对不对？哇哇哇哦！出我所料，要不要回去挑战牛啊？哎、欸，我有点想试试看呢、欸，那边好多古种，我好想打哦、喔。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我想回去打。啊，这个什么意思？我是不是要回去捡尸体再回来？我尸体要捡回来，对不对？不然灵魂那些我是捡不回来了。刚刚的经验值好像也还好。就过就过，赶时间，赶时间。干嘛追那么紧啦？哎，不是冰沙，你说你刚下课啊？你半夜怎么还会醒着？不试试看召唤西人吗？什么意思？招你们出来打吗？不是、啊，招你们出来帮忙打吗？等一下哦，人在那边吗？所以要从这边砍过去。好。哦 ，PS 四哦，打完码头就关，什么意思？
与狂狮战斗，然后被盗贼所杀。白痴哦！码头打完就结束这关，可以再回来打。什么意思？你是说……好，灵魂回来了？没有啊，我没灵魂。码头打完就结束这关，可以再回来。对啊，说什么打完码头什么意思？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啊，什么意思？哦，你们是说让你们进来帮我打？重开要全部重跑。你是说一个段落吗？欸，我怎么变那么烂啊，白痴哦，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先去先叫你们进来帮我打，是不是？上段对啊，可是我比较喜欢上段欸。我刚刚不是用上段一路过来的吗？好，我先跑过去吧。队队准备好了，我召唤你进来喽。走这吧，然后走这里打。条件什么调配记得改什么叫调配？哦，跟变色的。欸，他酒中要十个啊，我够吗？跟变色。我要怎么用啊？暗号吗？暗号。这样吗？编辑。跟变。不行欸，怎么用啊？欸，我离不开了，返回没有用，要开设定那片条。我现在离不开，我是不是要重开游戏了？是这样子吗？你没连线过，最最怎么办？哇，你没连线过，哇，你玩魔物猎人一定很强。不行欸，我做什么都没有用欸，然后我今天都没播到广告欸。有了有了有了，用键盘就好了。好友啊，这样子咧，这样就好了是不是？
你也才第一次尝试。蹦蹦。好了，你试试看。除非停止供奉，否则会一直召唤。只要再供奉一个酒盅，就能再召唤一个西人。你只有打到力战王元飞，那也很后面了、欸。哦，所以你之后的黑龙那些都没打。啊、哦、那小芙蓉跟黑龙都没打，哦、黄黑跟黑龙。嗯，名次黄黑黑龙。字没买冰原，没事啦。那冰原就只是另外一款游戏啦，多了钩爪派生，真的是蛮好玩的啦。刚刚的十个是你持有的酒盅数量，有有有，我看到现在变九个了。这个好友是指定好友还是要那个的好友啊？追追追追！哇，那打这个真的都不能掉以轻心了，突然被一个两等的斩杀，我是哭死。定的吧，我不知道哎、欸。你刷刀啊？这个游戏什么时候出的？这个游戏不是去年，不是去年啊，对不起，上个月中吗？就最行吗？不行的话就算了，我们就到这边关台。哇，你都没连线哦、喔？哎、欸，刚是不是掉了？目前已有一名西人造访。西人，你伫底？西人，哎呦，哎呦，你很正哎、欸、哟，你很正哎、欸，哦，难怪你是说这个袜子哦、喔。对啦，走啦，我们去打啦。好啦好啦，快点啦，不要秀了，我知道，快点快点，我们去打他，教训教训他。没想到我竟然用绘图转身，上吧，醉醉。等一下，我的画面怎么那么晃？小醉上吧。哎、欸，我觉得这样太不公平了，我还是。战绩是什么？我明明就没变身，在干什么、啊？到此一游。武技又是什么？因为它真的太多东西了，我没办法一时学到太多。技能，因为我是用中，我学中段技能，可是。哎、欸，对耶、欸，他长得好像日本那个邪星哦、喔。
谢谢醉醉。这是什么？混合。我仿佛感觉我变强了呢，白痴哦！继续前进，我等一下继续前进吗？这边有没有什么隐藏东西呢？武技等于技能了，是这个不是吗？然后。这个啊，这个我就想说什么长按，可是我刚刚想长按，可是按不出来啊，就按到被打死了。还是我要学这个、啊，蓄力扭转，可是这太慢了，很容易被打死。78763。哦，还是都要学是不是？好的，懂了。所以我问他就离开了，是不是？好，那今天先到这边了，我私下再刷那个魂吧。嗯。与小醉分别了，谢谢醉醉。俺は遠くしろ。お前の名は？秀。秀秀。か。秀か。よし。じゃあ秀の字な。指が。不要，不要当秀秀。这猴子到底是谁呀？宫城秀子。知恵を頼りに。据点可以组队哦，这有据点哦。连线有两种。俺たちはきっといい相棒になれるはず。ゲーセンだとか汎用だとかそんな世評は笑い飛ばせ一緒になりやがってでっかい夢を見てやろう我不想当秀秀大换西人是来帮你或者是组队打分我看吓到我了那点哦脸怎么那么可爱啊天啊どうする？よし、どうせ行くとこないんだろ？来いよ。しかしすっげえな、あんなごついの。で、喋る。我就被猴子附身吗？おきき。这样吗？ま、いろいろあるわな。是啊，很不好启齿啊！我是用通灵之术的。就现在才开始哦、喔，那我现在可以回去打那只牛头吗？所以我等一下是可以选地图，我选地图，然后可以选到上一个章节这样。好，哦，就跟那个魔物的集会所这样子。哦，对耶，妖怪之所以会四处横行。似乎是常年在战乱之岛的。阿秀，不要再叫阿秀了哦，你已经踩到我的底线了哦。这是什么？马头鬼？供养是什么？
我是秀千代哦，哇，加个千代总觉得好好帅哦。異国じゃアムリタとも呼ばれ、国の戦を決めちまうほどなんだとか。另一种供奉是把它卖掉、哦，哇！今や日の元は力が物を言う戦乱のよ。戦のたびにこいつが飛ぶように売れるってわけ。重开副本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这张还要再打一次，从头打过是不是？所以我不能随时跳地图吗？我可以不要这件衣服吗？好丑哦！我的大主顾吧。付き合ってくれるだろ、ヒデノジ。啊，他不能像魔物猎人，就是你开这张地图去，想说去打这只怪。就打完之后就可以再出来吗？有道具能跳，但精华经验会不见哦。如果要现在继续回到这边，建议等级两割刀据点哦，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据点哦。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画面是开副本，如果现在进去的话，是这个意思吗？你离开就要重来，所以打完的条件是什么？他就是打完最后那个码头吗？他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据点的鸟居可以组队，那我先点这个。这什么？进行连线游玩，进行教学训练，进行成长。增高哦，哈哈哈，对呀，人的仪容，这什么东西？啊，我怎么复制？他不是说复制吗？外观设计，每个关卡是独立的副本。那我问一下哦。所以刚刚那个副本最后的王就是那个码头，就这样而已。打完码头就出来啊，如果没有打完码头出来的话，经验跟钱就没有就对了。你可以把外观贴完其他 NPC， 那是给我用的。头发，我不要改一下发哦，这个我喜欢诶，传回拳法，好，记下来了。哦，好好看哦！我怎么一开始不是选这个？哦，这个好好看哦。不行，这个好看。哎、欸，这个八阶，怎么办都好好看哦！我天啊，八长度没点，吃饭爸爸，好，我要关台了，感谢感谢。啊，这个啦，换吧，不是俊，你看、啊、他姐继承人类的发型啊，可是他没有用啊，小的类型，对啦。
好，我这边试一下哦。那所以我现在是点，就慢慢玩吧，等我熟练就好玩。你说捏角色吗？对啊。所以我现在据点这边是说可以组队跟改东西的，然后其余时间就是在副本里面晃这样子。成为西人，开始任务。所以现在就是从头来过了。等一下哦，看一下你刚刚打什么。哦，也没有打什么哎、欸。基本上是，哦，好的，好的哟，从头来了。哎、欸，真的哎，所有那些门那些都要重开了哦。啊，还是我根本没有开过这扇门。是，全部都重开，哇哇哇哇！难怪你们那时候会说什么前面会很专心的打，后面就是直接切西瓜还是什么东西的打。为什么这个变成蓝色的？它品质变差了是不是？哦，会被淘汰哦，哦，是这样吗？回家。可是这防御还是比较高哎、欸，我、哦、是轻的，是不是防御性？它没有加、啊，如果觉得牛头难打，可以召唤蓝色的电脑来吸引攻击。感谢哦。那问一下哦，最后白鬼这个东西你们会扔掉还是留下来？感觉你们的话会扔欸，就是献祭掉是吗？因为他是过度装吧，也五十，但是，装备下面有特殊。哦，你是说无体这个东西哦？哦，所以我这个我穿这个比较好。哇，这游戏好好玩哦！啊，请问为什么这个金色的弓伤害会比较低？还是它的特殊效果比较好？攻伤害获得精华，命中弱点的伤害压死他，是这个意思吗？白、黄、蓝、紫、绿，为什么绿的反而是最高品质？不是通常是白、绿、蓝、黄、紫吗？哦，所以黄的比较差哦。白、黄、蓝、紫、绿，哇，我记一下哦。白、黄、蓝、紫、绿，那所以我刚刚这个比较好，是不是？不是，我这个有体积耶。大后期才白黄，反正黄就是蓝好了。
欸，我问一下哦、喔，那如果像这个中间，这个中间，如果就像这个没有的话，才会没有特殊效果，所以我要选优先选有特殊效果比较好，还是选防御，还是又说要看情况？所以我其实应该真的是选这个嘛，白黄蓝。可是他为什么这个是灰的啊？下面白色哦，看懂了，抱歉抱歉。蓝，切换排序是技能、稀有度、重量的顺序。有了，这样好多了。欸，那我问个问题哦、喔，这个锁起来是什么意思？是我现在穿的吗？还是？因为红色代表你的属性不足，所以发挥不了特殊效果。不会被卖掉跟拆掉哦，加为最爱是不是？那要怎么辅助功能开启？解除保护。OK， 聪明如我。啊，所以你们会特地去练那些什么其他钢的吗？还是什么？那还是穿这个好。OK， 我亏都没有哎、欸。辅助功能解除保护。哇，穿到最后还是穿回白鬼，在干什么？呵我还是回到白鬼爸爸的怀抱里了。我知道全白鬼会过重啊，所以，啊，怎么一开始白鬼是黄色，又到这边变成蓝色啊？那捏，哎，昂捏。哇，这游戏好好玩！品质影响十岁，有爱度上升。哦，所以你一直穿它就会一直加哦。哦。好，我们来挑战喽！好的，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按什么东西啦！哎呀，我玩到后，我刚按到不知道按什么东西，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
哎呦，按到圈了啦！哇，慢慢练吧，这关好像刚开始玩那天玩了半天才打过。好的，不是我这样药还会回来吗？不会了啊！我的药，我的药。棒子过肩再躲，不是啦，我按到圈了啦。然后按到圈，紧张之后就变成说，应该懂我在讲什么吧？关什么关什么关什么？这边会卡，我记得。好啦，六点了，就到这边好了。感谢，晚点，我不知道会不会开、欸，因为那时候是杰克有约活动，所以晚点再看看。那就这样喽，感谢各位晚上收看，下午的收看喽，先到这边啦。很小，真是。这边又是哪里？好啦，感谢大家晚安，谢谢醉醉，谢谢你们会玩的教学，这样啦，各位晚安，拜拜。就是刚刚的门，我怎么觉得好没印象啊？